这是我家。我原本想说跟大家打牌，我会打太慢，可是跟我想完全不一样，大家乱打一通。这个看起来保险柜就很贵了，打开看看，里面放什么？宝贝，里面是贵重的宝贝吧？非常重要，非常贵重，无价之宝。所以这些是你很贵重的宝贝，这么贵重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面没有什么金条或是。这太夸张了。哎，大妈的吃鸡，二妈的玩鸡，三妈的聊天，我真的。